哦，那还有点心呢，也给我带过来。请。哎。哦。你看我干什么？ 你别做非分之想啊！哼，青儿姑娘，我诚心的奉劝你一句，改行吧。改行？你没有才艺，手脚还笨，动不动还撅嘴生气，与其他姑娘相比，实在是与你之分。所以我奉劝你，还是赶紧离开这里，整天在这担惊受怕，又是何苦呢？你当我是青楼女子，在这里被钱接客？不是吗？能走我早就走了，这里姑娘也早走了。 不是为了挣钱才留在这儿的吗？那是碧皇骗你们这些外来人，这里的姑娘或抢或拐都是被掳到这里的。可不是说从不体罚，犯错只扣银子吗？银子被扣光，可是会没命的。玉楼春美人是会罚礼银，可这里的吃穿用度都要花钱，一旦犯错就会被扣掉大笔银子，银钱不够，轻则挨饿受冻，若欠的多了，就会被送给门外的侍卫做抵账。